大家好，我是庆。那今天就是要来玩一下我这只，算是分身吧。就有一些活动的话，会开上来登一下。像这里也是登满十天了、啊，登满十天之后我就没再开了。我想一下、哦，左轮连雾，连雾吧，刚好缺一个手雷啊，手枪用左轮应该就够了。之前有活动有送那个左轮。哦，这是活动搞到的、啊，这把也是啊。所以说，基本上应该说，基本上来讲啊，你如果说有在解活动的话，这样下来枪应该也都是不缺了。哦，真的不缺。我这只是因为这几次有送活动送的比较好一点，我才来解的。所以前几次活动其实也没有跟到，就是一些什么。X12啊，或者是等等，哦，也是没有跟到。好，那总之我们这次上来就是要开这个小号，打一下现在的僵尸英雄。哦，没有错，我最喜欢打这个僵尸英雄。不知道有没有房间可以玩啊？就是僵尸英雄其实蛮少人在玩。这什么东西？僵尸血简易超凡地图。好，我们玩一下这个好了。吼吼，禁卫军的图案，哦，僵尸血。那我们就直接进来看一下这个血长怎样。地图不大，有问题可以反映。然后最后更新20197月1号。诶，那所以是今天吧？随便选一个角色啊，随便，反正都一样，我没有什么特殊的角色。不能上去上面的哦，有隐形砖的哦。然后。怎么那么多只僵尸在挂机啊？是不是玩到心很累啊？诶，僵尸胜率比较高诶。我想一下哦，拿个暴君也不错，金柱黑龙好。诶，不是僵尸哦，靠腰啊。那怎么办？这张图要玩哪一只？哎呀，这个不错哦，嘿，白狼，先喷掉你的枪。要完蛋，这怎样？哎，我干，好卡、哦，没差，你就插，我可以再扛三秒哦，好荡啊，你就插，没有关系，你就射，你就继续射，我没有关系，你就继续射，我进化了，没关系，你就继续啊，你就他妈继续啊！英雄很嚣张，是不是？哎，干，没看到，没关系，还是抓到，轻轻松松啊！哎，这地图其实有点小，有一点，这什么东西？这还能破坏哦？会有老虎？嗨，你没有老虎了哦，小心一点，你没有老虎。看，没有边雷比，感觉这张地图玩不起来。突然想到，等一下我也会被喷，啊完蛋了，嗨，5K 啊，这样进来就5个人了，有点牛逼。突然想到了，如果我待会也是这样被喷的话，应该是感觉不会赢了。这要躲哪啊？随便挑一个地方躲好，就这边吧，就也不知道躲哪。英雄哎、欸，英雄的话。那我们就可以不用躲了，出去。别用电的，还是喷的，用喷的好啊啦。用这个喷的啦。来，先丢莲雾。哎，好荡，好荡，没有关系。荡，再荡，一样可以搞得起来。好，再荡一样。他们是不是傻了？没有边雷比，为什么他们不要用雷比？就把人家枪用掉就好了。屌批！屌批！他完了，他掰了，他被我砍太多下背了。哇、哦，好荡好荡！你们应该看得出来吧？刚帧数只有就十几二十几帧，而且这好像也不用担心英雄啊，对不对？就英雄也不用担心什么血量，就都有补血的。嗨，掰了。
荡，好荡，好荡。拜啦，虽然很荡，但我还是玩得起来，还是可以的。还敢躲里面啊，巴蒂？你看我血量完全就是一直维持在3000啊。英雄玩个毛线！来啦，怎么可能让你们活嘞？对不对？来啦！来丢点物，哎，吃点物喽，吃点物喽。拜啦，拜啦，这里还有购买区嘞，我操！等一下，那我只要进到那个购买区我就赢了。购买区怎么进去？要游泳是不是？我游进去我就赢了。我突然发现一件事。我只要进去我就赢了，我靠，哎、欸，上不去了，靠腰搞品，搞品，他怎么游？从哪里？会受伤哎、欸，从哪里啦？哎、欸，不要捡我补给啊，怎么快死掉了？开 P， 哎，直接 P， 直接喷，果断开喷，开喷，轻轻松松，虽然很荡，不过还是可以喷得起来，好，没有关系的，哦， 17K 还可以。你看，只要有枪就不是问题啊。好，我们接下来从一个神仙变成一个凡人了。僵尸血二号，什么鬼？这里是可以上去的是吗？那我躲上面就好了。哦不，好像会被喷枪。然后预防万一，要在这里加一个，这个，对，要加一些击退，不然。等一下，真的他上来了，我也没有办法挡他。先，哎、欸，看到僵尸隐形，哇，那英雄怎么那么烂啊？跟我刚刚英雄差有点多，这些人是都玩到很心累，然后再挂几次吗？啊，对哦，金柱黑龙在那个什么创世者地图，应该说这个模式。他好像要射很多发，他才会触发那个升龙弹。哦，幸好我有用那个。哇，那应该不应该选这把？要触发升龙弹要很久。哎、欸，有了有了有了，好不容易啊！真的是好不容易啊！烦哦，这要往哪里射？到底？哎，那边啊，靠腰被棺材挡住。算了，应该可以杀到一只吧。哦，不希望我拿白虎。可恶，无氪金的账啊！好啊，这下尴尬啦，咱们只能用锤子去守了。只剩锤子可以用了，完蛋了。好、啊，这下尴尬了，真的尴尬了。哎，可惜没有敲起来，刚刚临时想要敲，敲不起来，直接炸吧。这上面应该差不多了。如果上面没有鼓包的话，大家一起炸他们就灭掉了。好，拜了，灭了。
没了。哎，套头，哎，套头，哎，有了。哎，没有爆头，什么的，套腰反而被猎魂枪插死，怎么样的一个概念？套头，哎，又被插死。哎，套头，哎，再套一次，再套。哎，有了有了，拜拜了。两次了，总该死了吧？还不死？再套，三次，这是第三次了，三次了还不死？好，这是怎样？又被猎魂枪插死！干，他是要捡我几次肉？他捡我三只肉哎，真的是垃圾！哎，八字八字。呵呵，可怜哦。哎，下面下面还在挂机，丢他，赞，还敢挂机啊？点的点点他，套头，这种击飞就好了。哎，幸好我这里有那个。套头，套头，哎，幸好这边有玻璃墙啊！哦，吓死我！怎么那么多人想要来抓我？不惹人厌啊！嘿，来，再来一颗。看有没有人还敢上来？哎，我有这个助手可以再买武器，不错啊！啊靠腰，我这样不就等于买掉了？算了，扔一扔吧，雷！哦，踩到踩到，有人踩到了！来开个六，开个六，开个六，扫扫，再扫。扫，扫，扫，啊，没扫死，真的是乐色，没差，5K 还算可以，再换一下武器玩好了，感觉这里面很多人都在挂机啊，暴君哦，其实我觉得暴君现在已经没有那么实用了，不过我们还是玩一下吧，但是要躲哪里耶？躲这里好像不错。四只僵尸哦，啊，感觉都在挂机啊！要出去一下好了，都在挂机。哇靠，这到底是在玩什么游戏？都在挂机，他妈这些人是怎样？挂机不会去挂机房，他妈只会来这里。挂机不会去挂机房，哼，他妈的，敲他，再敲，第三棒给他清楚。敲他，再敲，哇，没精准。外面有补给箱，先去捡一下，丢一下，丢一下。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哎，干！为什么？我就说为什么？他妈的，会重叠在一起啊！算了，刚好来试一下这什么点，这是什么？僵尸才能进来的。啊，这边是怎样？哦，啊，然后嘞？啊，然后嘞？这样，这样啊？怎样？这边也不能干嘛？所以说后面到底是要怎么过去啊？那边也被堵住了，真奇怪。好，那今天这个算是什么？新手日常吗？还是开小号体验僵尸英雄，应该是这样吧。好了，那这部影片就差不多到这边，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在这之前，我先去干一只僵尸，哎，干你！